四日凌晨三时，本所接获110通报，成功一路安乐路口有车辆因自撞而酿火灾。经消防队人员到场扑灭后，于驾驶座发现驾驶携带电子烟及俗称丧尸烟弹，初步检验呈卡西酮阳性反应。警讯笔录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不能安全驾驶，移送基隆地检。